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第28届中国围棋名人战挑战者决定战的第二局，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连笑七段和李清晨初段，这两位呢都是可以说是青年才俊了啊。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依然是刘晓光九段，刘老师您好。你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给大家来介绍名人扇的棋。名人扇都28届了啊，今年28也够好快啊！对，确实是。我知道刘老师这个第一届就是您的冠军是吗？谢谢。对，这个我就拿过那一次第一届的那个冠军。现在的比赛我已经不参加这个，像这个比赛我没参加。对，因为都是年轻人，现在都是比较活跃，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了。今天这个连笑跟李钦程呢，这个连笑应该是战绩应该相对好点，连笑是排名第7，我们对，的等等级积分。分啊，李钦程呢联赛也不错，他是现在受到关注的年轻的，对，没错，他才十几岁啊，17岁，十他七今岁。年，是好，的。我们来给大家来讲这盘棋啊。对，这名人战现在的名人呢是陈耀烨陈耀烨。啊，然后他们俩的三番棋胜负决定的就是向陈耀烨挑战的对，那个人，他们两个下三番棋，谁赢够两盘，获得胜出之后，再跟陈耀烨争夺今年的名人的对，归属没错。啊。那么之前是连笑1-0领先了，现对，在这是第二盘。对，是的，这个连笑执连黑笑先执黑棋，棋。对。然后守了一个无忧角，无忧是角，吧？这个很这常个见。布局以前下多，现在少。这60、70年的这常见的这个比较普通的黑棋，因为现在别的布置韩国流啊或中国流啊，以及那种作战一上来就要扭到一起的这个比较多。对。现在那个下多了，现在下这个过去的，把过去的传统的一个布局啊再拎出来，再来翻下啊，现在比较最近流行的这个了，对，那就简单。你看它简单的就这么布阵，非常普通朴实。拆也是，这过去下过多次的哈，常见。过没错，去最早的日本布局阵容也很多，那时对，候是啊的，比较多。就那个时候，天目还没有这么没有多这么多，现在是啊，7目半了。现在对。那个时候5目半、5目都有这么下的啊。就觉得黑棋先拿2个角的实地，对还对挺对，实在的啊，然后再慢慢下。是，看来这个布局也是就很难说，或不没有说一定哪个好，是的。根据时代的变迁都在发生，人的理解都发生变化。现在拆二是对的啊，黑棋拆二，这个比较大。对。那么现在拖一个，这是一个新的这个变数，变招啊，拖一个就是看看你那个怎么硬。如果你硬扳呐，或者退啊，都下法都不一样。这是也是一个，在这个地方拖一个，有三那这个时候黑棋一般比如说他搬在外面吧，刘老师扳在外面，他可能脱先，以他后脱呢先有有里面有扳3-3呐、等等有一些味道，留一些余味在里面，那以后点就不一样。他是就这看样，你的硬法而决定我是否补和不补。那么实战他是退一个是吧？对。退一个，那退一个他就补了，对，他就补这个，他就要补这个了。那吐一个白棋为什么一定要补呢？如果不补，那这个有可能损。假如不补，假如不补，你假如白棋说不补那就守个角也不错啊。吧？如果你那个守白个棋角，守角守角，那么黑棋就会走这个，一般是这样。按丁式走，你大概是走这个是吧？他走这个，这样，这个很普通，打入一般普都通是普这通么普通普通普下通，的。这样普通，这走一个，这个你这两个损了，对吧？这两个就损了，使得你这两个损了，那我走这个，那你这两个明显损齐了，对，损的亏到里头了，所以呢，你就逻辑上说，你这个白棋损一个你。不走，你损一个，你何必就不对？你就不逼应该迫这么你要下走，没对。错，对，为了不损那个，你要继续。对，他所以呢，他是补的，白棋应该跳白起棋应来，该跳现的。在实战是也的，是这样，以后呢，你还留有这个扳起来，你这个子还能够有
余味还发挥。是的。这个白棋走成这样，白棋应该说也不错，这个挺好啊。挂角，挂角在这儿。嗯，黑棋下的挺普通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挂在这边，白棋现在二尖低加选了一个。嗯。这个二尖低压有可能是这个李钦成啊，他比较熟啊，他喜欢这个下法。一尖低压也很多，一尖低压也是不少，在那个角，尤其这个低位，那一尖低压呢，这个定势居多。比如说白棋现在一尖低压啊，一尖低压，对，你点三三他就压过来，如果你反加过来，这个他下法这个多，这个对，那倒是。是吧？主要一尖低压紧一点。一尖低压紧，这最近怎么下二尖？可能是他比较最近。他是不是在这个二尖低压的定式里面装了什么刀啊？他喜欢他这个熟。那么，黑棋反加一个在这儿，对，白棋就正常靠压一个，他三三入，点三三常见。嗯，是的。这个白棋现在选择了，就挡下来的话，假如挡下来，这个定式很多，搬起来，搬这个。对对对对，这个下法现在特别流行吗？多，这个下法，如果这个要摆有好几个定式了。对对。如果长它爬，假如说这样，如果对爬，对断它粘。粘。对。它。粘上吗？大概就粘上，然后打一下。对对对对，就这一类的。就是这样。往回拆一个。拆一个之类的，或者挂，这个都是有的。那还有的虎了，打了虎等等，这个要白有很多个的选择变化。但是呢，这个他没有长。他也没有长啊。他关键是他之前他就没有挡下来。他就虎了这个。啊，他下了一个特别简明的变化。简明。啊。他给黑棋爬过来就算了，对，他再补一个啊，他也不给你长出来的机会。这个手数挺多的白棋，对，应该说比黑棋多一手，这个手数多。嗯，这个定式应该说黑棋的从效率来说，黑棋比白棋可能还要好，效率高。对，那其实白棋这颗子完全可以啊，走得更远一点，或者放在那儿手脚，那更合适了。效率上应该说黑棋的效率高一点，这个没错。一般以前来说，白棋还并不肯这么下，现在他肯这么下，可能对这个比较熟吧。嗯，刮角。现在黑棋刮角了。对，在这儿。就普通的尖了，他又走个普通定式。尖顶。简单。这小目其实尖顶挺少见的哈，刘老师。小目尖顶的话，不如星位尖顶手的脚大。对。那还多一路，星位尖顶跳手脚啊，他那个目数还宽一路。对，是的。所以一般不肯小目尖，从这个目的来说。嗯，这是过去的说法啊。对，现在他就这么简单，白棋跳在这儿。现在黑棋啊，他去这儿补了一个。他为什么要在这儿补一个呢？是不是怕白棋这儿有什么？对，他怕拖，我估计是怕那个拖的这个定式。怕白棋这儿有个拖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拖呢是比较狠的。假如说顶这边，都顶它长，它长只能接上。那你这个以后一尖，你还没活呢。对，这个那当然是先手白棋，不管是拐起来就亏了。对，是的。所以他怕这一招。那么黑棋搬外面，如果搬外面，对，如果你搬外面，他就顶了，给你搬什么？还有什么争子的问题？顶了，对，顶，对，断掉，然后搬这个。对你这个大概是长一个，是长一个，然后他再搬一下，你挡一个，他还断。单断都有，对，这够狠的。断就让你先考虑一下怎么走。他这个争子有利，是这黑棋比较难办现在。他有白棋有这个棋，比较狠的是这个。是的，他是怕这招棋。没错，对，怕这招棋，实际上就是黑棋也有想，如果想拆的话，先在这儿。我们说啊，先在这个地方，他先吊一下，吊一下，你走一下，把征子，再拆二，然后再拆二，对，你再拖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不一样了，就有一个征子呢，又是一种变化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您现在断不行，先断他打吃就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，现在断的话，他蒸了，把你蒸掉，对，蒸掉了，你爬一下不管用，
他是不是就班主？还班主，班主，你现在是如果再来跑，正好是来不及，跑是不行，对，对，跑这个不行，对对对对对，给蒸了，黑棋把你蒸掉，对对对，这不行，对，那你只能别的招，这呢，所以你这个断就不能轻易断，不能轻易断，不能轻易断，断都没有，不能断，爬也应该爬，白棋单爬，只能爬，现在白棋爬一个，白棋单爬，对，然后黑棋就扳住。扳住你好像因为这个有个断打力，你只能粘粘回去。那么黑棋应该这样，对对对，你只能委屈做活。对，那黑棋这做活太容易了。哎，对，这就这怎么都活了。哎，煎一个也行。煎一个嘛。哎，这反正里面也是，这样的话白棋并不得。是吧？不，并没关系。对。实战他补一个，当然也不小啊，不小。我想这个是吧？就白棋当初之所以肯打吃这个，就是因为看着底下有个托。对对对对。那么黑棋呢，觉得好像这上面也挂着一下，你看着可以很，他是后发制，是他那个打是个后发制，看着很老实。对，后发制那个托也很厉害。嗯。现在那个地方留着白棋下。嗯。白棋是拆的低位，他应该高位，应该高位。应该走这个吗？他应该走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下，对，这个地方攻。啊，有利，一般进攻，而且尤其你这低位更应该高位，嗯，这样进攻两颗黑子呢会有利一些。对，一般下高位呢就是担心人家二路飞一个，但是现在显然不怕，现在那么厚啊，你要是飞一个就飞一个，黑棋会累一点。嗯，对，他没有高位走得太那个什么。这李钦成这个小孩呢，17岁，他下棋很快，给对方有一个压力感。有人也想问说你是不是都想清楚了？但是他这个下得快啊，给对方觉得他布局很熟。对，那肯定是很熟，棋要熟才能下得快。这个也有很有锐气。对，是比较现在啊，应该值得关注的年轻棋手。现在，但是他这个布局，我觉得不是多不值得推崇。他是被人一靠，然后靠一个白棋长，黑棋这个形状好啊，黑棋形状好，是的。这个黑棋就这几招棋啊，白棋攻不着黑棋了。他那个地方等于是你攻他，你只是这个拆二，他这儿先手又脱先了，他在这儿补一个，对。这个黑棋比较便宜，嗯，本来这个扳它就缓解了，这个你这个扳就没有了，嗯，这个我觉得是黑棋比较成功，你只是后加后没用，你只要攻不着它，它黑棋挺满意。就现在看黑棋的实地，我们看刚才就已经三个角了，一个角、两个角、三个角。对，而且那个无忧角加拆二，再加一个跳，其实挺结实的，这空不少。这个比较结实。对，你这个是他让你损进来，你并他这补一个很重要的。没错，这两个角也是很扎实的。对对对，别想再破进去了。虽然都扎，这个黑棋布局，我觉得这样的白棋，我觉得厚的太厚在一块儿了。对，而且他这个全是三路。对对对。你说你这个后能发挥，能攻击人家这块棋，人家这块棋看起来形状挺舒展，对对，也不好攻。对，这个白棋打入吧。对，他现在打了一个。打入，我觉得，应该打入了。嗯。这个打入再不打入，这个被他补上，这个是你都走得太厚了，是该打入了。对。黑棋也够是够那个什么，很冷静下的，他就在这儿扎钉。这个砸钉也可以考虑那边拆一个啊。对，那个拆挺大。那个他只是飞了补，能够先手飞，但是砸钉连效砸钉也可以，就是比较老实。但是呢，他可优势意识比较强。可能觉得自己形势不错。形势不错，嗯，的确还可以。确实。白棋要上贴一个，贴一个，他跳，黑棋跳，对，哇，大吃，大吃粘上，粘上，他又压一个，对，这个他的那个坐眼，对，他上面有长，那个只要摆出两个眼，但不过上面还有头，嗯，目前来说攻也攻不着，因为他别的没有孤棋，只有一块不怕，是，这个就太大了，这个要走了，这个被白棋拆，这个该抢了，要不然再被黑棋拆就太大了，这个非常大。这个看似就像收官棋了，有点像李昌镐的棋了，收官棋，但是马上
就不一样了吧？还是现在还这儿还有个大的，对，这个大是吧？黑棋先掉了一下，啊，掉一个是吧？掉一个，在这儿先掉了一下，现在掉一个，跟白棋交换一下，然后把这个给吃掉，吃掉，罩住。对，这个就算吃着了，你跑也不行了啊。所以刚才当初呢，黑棋冷静一下呢，就是说我接下来可以一步罩死你，我也可以满意了，算了。对，如果你跑，他搬他长走。沾上一飞也死了，这个也不行，所以这个棋可能他也不能那个啊，这上面白棋已经有一个死了啊，现在就给他摆上嘛啊，这个棋哈，对，白棋这儿已经有一个啊，白棋有个，对对对，这白棋在这儿了，现在是现在轮到白棋下，对对，白棋呢现在他跑是不行，他是走这个，大跳了一下，叫弃子了，那只能弃子了。交换成这样啊，但黑棋这块空还是很扎实的，全部四路空。黑棋这空连边带角全部都围住了。对对对，这儿有一个肥角，这样的话就比空黑棋好像也可以。对，我觉得好像黑棋的空看起来挺不错的，空不少。虽然七目半都是空的，我喜欢下这样的，因为让你中间吃这个，我这个削削不好下。对，好下是的，那个其实。就是棋比较厚的那一方啊，你想把后半盘那个空长出来，其实挺困难的。对，现在白棋的方向在哪儿呢？它是走这个。它跳了一下。跳一个。跳在这里。这个棋大吗？反正是它也这找方向，别的走啊也找不着方向，它就干脆这个也不小，当然是。但是现在黑棋走比较简明的。如果走一个简明手控是最好，手控是吧？哎，拖，你大概走这个吧。我退，这个棋有断，也有加，这个控就冲进去了。要按理说是应该补这个，他在这个补一个，这个棋比较简明。这控守得太结实了，这点人就开始数目了。对，是的。这样应该说黑棋不错。是吧？那么中间这颗子将来是不是就处理一下就可以了？它可以弃也没关系，你要吃小它就弃，吃大它跑。对，这个棋呢，它因为没有太多的负担，它都比较扎实，就好掌握。这样我喜欢下黑棋，不是，我喜欢下黑棋。对，这样简明，就数控就行了。它控明显好。对。其实到了后半盘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结结实实的把目给收住。哎，这样这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对，这种下法比较简明。对，简明，好控制。不用再使蛮力了。没错。那么实战没有这么下啊，实战这个。实战黑棋压了。连笑他是压了一个。实战他是压。压这个。压他搬。对，他走这个，他就还是想再继续加强这一块棋。对，如果说这个时候白棋假如说现在长，那他是不是就虎一个算了呢？也许要从这儿再拖退，再收一下，再拖退，上面压两下，然后压两下，那再拖退，那就更好了，合适，那就太舒服了。对，那就更好，那效率最好。他也许是这么想的，他这样走完了，这样呢再坚住，那是。基本上白棋没有什么机会了。那黑棋如果刘老师现在黑棋拖，会不会遭到白棋的反击？比如说搬。搬了他断打穿了也没什么。啊，也无所谓。也无所谓。对对对对，也是黑棋好。当然白棋不会如他所愿了。现在。白棋是反击了。白棋断，我觉得反击也是该反击了，因为他呢都比较厚，该反击了，他是断一个啊。对。应该反击，所以说我们刚才看了还以为就大家两个人平平稳稳收官子呢，不，后面的战斗也许刚刚开始，他拐打了一下，拐打哈，黑棋拐打，对，长了一个，长一个，上面再来一下打一下，然后他再这儿尖刺了一下，尖刺一下啊，白棋就接上啊，对，这个那个尖刺也好时机啊，然后再打一下，黑棋再打一下，打一下，接上，对，然后再贴一下，贴一下，这个贴很关键，对，对，白棋断打，那他就退一个吧，他就长一个，现在反正他也这个这一顶也有眼位，这中间有眼位，他眼位他只要
眼位够，眼足够了，不怕白棋对他这块棋有什么想法啊？现在对白棋长出来，嗯，那么黑棋就是和刚才不一样，刚才就收官，对，脱退收官，现在呢就要中间的一个作战，在所难免。没错，现在黑棋中央这三个子啊，嗯啊，就离得很远，对，离家也有点距离啊，要小心，所以要怎么处理是很重要的，对。那么接下来黑棋到底是就这两个子还是就这个子，中央到底怎么下呢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好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欣赏第28届中国围棋名人战挑战者决定战的第二局，由连笑对阵李清晨。好，刘老师刚才呢给大家讲，刚才在这个长，是的，现在黑棋在中央怎么走棋，嗯，现在就是面临这个问题。现在黑棋呢这儿里有头，应该说它中央还不怕，就有这个白棋要想吃黑棋还不，只要黑棋动手就行了。嗯，现在黑棋是实战就这个，对，在这个地方走一个，嗯，走一个，反正把这个也稍微联络一下，那个呢虚的也就先，你吃也吃不大，反正对，嗯。假如说白棋要吃这样吃的话，那黑棋肯定很高兴。他可能哎，这么打两下就算了，是吧？嗯，就反打就气。反打一下，看你提，如果长呢，我还能贴你一下；有可能如果提呢，我就走个别的，能连回去连回去得了。也就可能就是这样了。是的。跳在这个地方。嗯。这个棋相对现在呢，也有现在白棋就，普通的这种感觉是在这个地方可以考虑，是吧？我就看到这个相布，刘老师，我老想着，好像一般人的思路都想着是不是从相布这儿钻出去。对，这个跳这个呢，就是说，很多人第一感有可能这样，一般走这象眼似的。走一个，一般都不愿意五子连不出，自己钻出去。我们下过去就说，你这五子连就不是棋，绝对不行的啊！都说让你五子连，大概黑棋可能往这个地方走一走，然后呢，白棋把这个搬出来，来给他寻找战机。他想要搬那个，搬这个，对。这当我想这样呢，也是一种下法，可以考虑的白棋啊。嗯，那么他们这个。没有这么下，现在白棋看看他怎么下的，他走的这白棋在这个也是一个形状，他是走的那个白棋是走这个，对，一个形，这在这个地方要又想切断，你如果长他怎么搬呢？反正他就把想把这个两个想把这两个子全部吃住，你要贴他就搬，那他把这个吃住他高兴啊。那这个吃的如果说这样吃下来的话，还是挺大的。对，他就想这样。这就这个地方就拼力量啊，好，这个地方双方的真面目就出来了，牙齿都露出来了。之前都是走得很稳当，力量积蓄没有出来。嗯，现在黑棋虎一个，虎，你既然要吃我，我就都拽出来。对，嗯，这黑棋下得够狠的。应该这个也可以，因为他你这白的棋三个，你也是有问题的。你没连上，没连上，对吧？张牙舞爪的就要吃。对，黑棋来，白棋来切断，对吧？切回来。现在他往前中间一跳，是这个字的地方有子儿，这个往这儿也路，你三个也是孤棋，应该黑棋不怕。对，应该黑棋不怕。就大家注意这块黑棋，其实挺结实的，你不用担心它。它如果破你这个眼，你这立一个先手，然后一搬粘。对，那个那块棋眼位丰富啊，这上面是一个板六，就活得很清楚的形状，应该不怕，那不怕，不需要担心。黑棋这要逃出来，对。那么现在呢，黑棋这个形状还不错，逃出来。关键是现在白棋啊，他是期待已久，他把这个给搬出来，这个挺那个什么，挺凶的。对，哎，这个搬出来，刘老师，这个黑棋能不能，比如说我这样跳住你，行不行呢？如果跳啊，如果跳就他爬一个啊，他爬那得搬住，搬住是吧？这个地方拖一拖，他就给你就便宜你，他你就有点那什么，有点难受，有点难过哦，反正是这好像不太好吃啊，这上面有个尖，主要是有个尖，他反正他给你他要让你来吃我，你也有点那个不太好吃的感觉哦。吃的很难受，他如果搬这边呢，白棋就退回来吗？你是？退过来，
看看啊，推过来粘上。这个班先手对吧？对，班先手。嗯，这个次一个是不是？很难抵挡。很也有的，这因为这儿团也先手。先手太多了。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搞得你味道不好。嗯。杀气。所以这个棋呢，你不管你一般有棋啊，那个地方你之前呢，你那个没稍微加强一个就不一样了。这能刺到一下，刺到当然就行了。哎，这好多了，这就刺到就没棋了。但现在不行，现在好像就差点，来不及。嗯，他应该说我们看看啊，嗯，这个如果。搬一个正常的是搬一个，哦，搬这个，因为你别的抵挡了，因为它刺都来不及了。嗯，他大概是这样，最强的手啊，他立下来，嗯，那么他冲，是，再冲，对，他粘上，对吧？嗯，这是白棋比较强的，可能也预想。这黑棋的断点太多了，实在是断多，但是我就粘着硬粘上，硬粘上。这他一爬还能行吗？爬对可以啊，你要断我不行，断我粘到黑棋粘上，气还不够是吧？白棋气还不如黑棋啊，气不够。对，断不能轻易断，断上我一粘是白棋要死、嗯，你白棋只有爬这个。他单爬黑棋难受了。现在白棋不能、黑棋不能搬了，要打新围打了。对，是的。这个时候只有粘。哦。这时候黑棋白棋还不能断，断那搬二路是黑白棋死，所以你还只能这样。先立下去啊，这样做个盘角去四给你看看。那么这个时候该连了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还可以补在这儿。不，他补这个吧，补这个。啊，他就补这个。补这个，我想你这个补在那这个大概是这样。嗯，这个你的该你连了，你这个连回去也很大。该黑棋白棋把这个白棋还可以煎了。嗯，这个大概是个普通的一个，差不多要定型成这样。那这个白棋脚上的木比黑棋的还多啊，还是白棋便宜了。对，黑棋太心疼了，这木叔。把脚给掏了。是啊。你只连回去了，应该说白棋收获了。嗯。那就是说，之前你这个地方黑棋没有交换，没老保留着，被他来不及阴着这个扳，终于他下手了。嗯。应该是这样。对，能够下成这样，能像这样，这个局面虽然胜负还没定，但是呢，你至少黑棋已经不舒服了，对，是吧？不舒服了。没错，这个局部看来搬起来还挺厉害的，觉得。搬起来，首先你挠头啊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吃我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吃起来很累啊。嗯。不见得能吃，你没有一个准确一定能吃到的保险吃法。对，小心得，这万一吃坏了就麻烦了。对，现在他没有那么下，他是他走什么呢？他刺了一下，刺这个。但是现在刺，显然白棋不会。如果你粘上，当然是我们吃法太多了，是吧？吃法太多，煎也行，怎么吃都行。对，就差那一个刺，如果有一个刺，就怎么都好办了，嗯，是吧？是的，哎。有的时候就差一个刺，你要早先刺着了、嗯、这个他就没有这个扳了，没错、嗯、是的，或者是之前脱退也没有棋了，嗯，脱退你也没有扳了，对，早先脱退你扳我就哪怕猴着也都不是，这下法都不一样，嗯，都不一样了，尖了都不一样了，嗯，那么现在呢他走到这儿就白棋也不粘了，哎呦这不粘了、嗯、不粘了他走什么呢，他刺了，他反刺你了，白棋刺这个，对，刺这个是吧？这个很凶啊！他刺一下啊，那黑棋现在也不能接，接了他就贴出去了，接了他就贴出去来了，啊是啊，怎么都贴，这就这个转换了，那就势在转换是势在必行了，对啊，就是大家各走一边了啊，这就乱了，这就开始乱了，这就是全盘乱了、嗯，对，那么他往前冲，是吧？对，那就看大家看了，那么他来贴了一个，这白棋这个贴也下得够撑的，他是想把这两个子就连根全部就算是他的木了，普通是冲这个、啊、是吧，对啊，我觉得这冲到这儿不已经挺好的，但是他那边飞住啊，就形成转换，哎，飞住，他觉得这样还不满意，你爬这个他再走别的，嗯、应该是这样，这是转换，应该也是一个差不多的形状，
是的。而他贴这个呢，又想白棋是不是还想撑一下？下的够撑的。他是想你如果这个时候飞，他再爬在这儿。对，他贴紧一口气的话，味道会好很多。哎，对对对对。比如说，他是想黑棋现在飞。哎，对对对，他要爬这个。白棋爬。他要爬。这里面就差一口气，味道不同。嗯。哎，他想贴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子本来是放在这儿，他先放在这儿。对。但是就因为你贴一个，黑棋也不走，不飞了。对，黑棋不这么下了。黑棋的是他就下法是长了。黑棋单长。对，单长了。哦、他是在这个地方长一个。对对。哎呀，这个乱战了。但是这俩交换之后，白棋这个时候也不去走这个了。他也不回补了。不回了。嗯，对。他直接爬二路。直接爬二路。他还是要求把木全部撑住，对，下得够撑的，要撑，对，因为他没觉得好，对，没觉得好。虽然说把这两个子吃掉了，但是也不觉得就还没好，领先很多。但是这个棋呢，黑棋来，因为你是在这儿呢，黑棋来的也得狠的，他是走这个，对，搬这个棋。他搬这个的时候，白棋能不能断呢？假如断啊，假如说白棋断，假如断怎么办呢？他会搬那个。哦，搬这个，搬这个，然后拐住，再搬，再搬，对，打吃，打吃，粘上，接上，对。那这个时候就不知道这个时候白棋走什么？白棋麻烦。这个地方有搬，这个地方有贴，这还有粘，你大概是这个，他就贴这个。然后他贴一个，对，你这棋形就死了。这打完了，这儿被吃掉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不行。这样的话，白棋不肯。对。那三个给吃掉不肯。是的。所以这个棋它有这个扳呢，使得白棋不成立，哪个地方有问题？嗯，所以这个扳出来，看来现在不行。扳出来断掉不行，看来啊，这个白棋这个地方有点撑。对，下得过撑了。然后他拐了一个，拐一个狠，拐一个狠。嗯，这个棋黑棋也狠了啊。啊！你要吃我，我就干脆就粘上，连根全部给你接上。哎，连根这个棋因为有扳断，这个棋扳断白棋没法收拾，只能你去补一个，对，必须补，不能被扳断，扳断就完了白棋。你他是把在这儿扳一个，粘上，补这个扳断，弯住先。黑棋啊，连根就走了，全部接触，这个也是成立的。对，这吃不掉。这现在就是看你的力量能不能吃掉我黑棋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白棋跳一个，对对对，不好吃，他跳。黑棋跳。对。然后他刺了一个。刺一个，粘上，对。虎柱。这个棋啊，就这黑棋这一块看着是。全被击。眼位是不对。照进去了。哎，对。但是呢，因为自身白棋也有弱点。对，毛病挺多的。这个棋最强的是什么？这个时候黑棋啊。什么都不要走，应该搬。搬这个。应该搬这个。哦，那白棋冲呢？对，如果冲，肯定得先把它断开啊，然后搬住。对。接上。暴力的给你挖。哦。就这么直接走这个。暴力了。直接这样下，看你怎么你取舍怎么着是吧？你如果从里面打，我就把这个吃掉，这个弃掉，这都是黑棋来不行。哦，就是说，如果白棋吃这个跟黑棋吃这个转换的话，不便宜。不便宜。觉得，那白棋只能外打。只能外打。啊，对。接上。对。你只能选一边。我接哪边好像也不太对。对你这样，他直接就干脆都不太对。就这样呢，就直接解决是最好的。就直接挖针，这个是连笑的自己的想法，也是他们的感想啊。哦，断，这个你不能被粘上啊。那我冲过来那边被扳断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这哪边？这个就白棋就坏了。是啊。你如果你大概最狠的就是这个了，这个完了。那我刚才，白棋挤这个来不来得及啊？来不及，他肯定是粘那个。哦，他粘那个。挤这个都来不及了。挤那个粘那个，他气不够。哦，是这样。这样直接是最佳的，哎，直接暴力是让白棋这就一切就地解决了。而且这个直截了当的变化，白棋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转还的余地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他没有抵抗。是。
这个黑棋连象没有这么走，对，他这个其实最直接，他这个想的太多了，他没有这么下，没敢直接就这么。没有护断他是吧？他是觉得他的感想说，这样你这你可能还能吃不吃了着我是啊，吃吧？不着我，哎，他反而是他像在这儿，他是 走他了一个挖这了一挖了下，一个，对，走一个，然后又拐了一下，拐一个也不应该拐，哎，拐一个对，拐一个，对，然后又然后反在这打儿一下，走，为了补为了这个扳断，断他，他就为了安全以后再挖断或者扳断，扳断，哎，他是想这样，但是白棋不但给是他白机棋不会，提了，白棋补了，补这对，个了。他跳在这儿，白对对棋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再去提补那就不对了，就不是说他觉得不好，他就这儿搬一个，对，他护断他。也是等于相你冲了之后断完之后他也可能再补啊，但是这要虎了这两个也应该保留一下，冲的时候再走，这两个不交换可能更好，但是这个都不说，你在这走了后手之后白棋关键先动手了。他这动手的地方哎，这也个是。棋。是你在这儿稍微的迟钝了一下，他那边先动手了，对。这个厉害，这个也是给他机会了。所以在双方扭杀的时候，真的不能有一点松懈。对，你让人家喘了一口气儿，那个啊，人家很立强，刻就那个先很收强。拾你了。你刚才不是飞，现在在这儿，你这个这一块自身的眼位和，他就要收拾你这一块，你对，要有个说法，你看你怎么对，办。怎么办？那黑棋得做活呀，对呀、啊，他拐黑冲棋一个，拐，挡对，住断。他这个就等于考验你，你是提还是立，考验你一下。他提的话，这一局部已经是有个个打打劫劫了，了啊。那他就下法又不一样对，啊，那所以他是不肯拿，你比如打劫不行啊，他就要这样，对，那他来个狠的，踢掉，对，然后打吃。打吃，如果你粘上。假如说现在假如粘，粘上，他会搬这个，现在就直接搬了是吧？搬哎，就直接这样，他给你可能是走这个狠的，哦，够狠的。够他狠。这样是要杀他吗？杀不死，杀不死啊。但是呢，他来那个什么，让你比较难受，就是难说，过。那黑棋现在如果说再跳一个行不行呢？跳他会走这个，爬一个。爬一个。哦，那我是怎么走呢？这个地方。这个棋呢，只能单你跳吗？这有点难受难受，单跳难受，啊。单跳。单跳他就搬起来了，他就对，给了。那我就只能这样很委屈的连回去。那他白棋就便宜了呗，对，他这白再棋这搬了力，其实脚上那个木挺大的，这搬样不力，肯呢。而且你这块整块还一个眼呢，他这还儿没都活。还有一些对，外进面攻白棋还要的，再想想办还法。会进攻。是的，还会进攻，不舒服，而且你可能是常常在跳，也可能，但对，是这个那个棋子它就顽强的在那儿走，哦，我非常顽强，那个狗三角的顽强，是的。那么这个棋应该说是，吓成这样，现在，连笑这黑棋啊，他对，考虑粘上扳呢，他。他觉得可不能舒觉得服，有点为难的时候，他有点举棋不定的时候啊，他在这个地方先点了一个，这个棋啊，他先在这儿点一个，因为我很佩服他这样的思路，因为我老想着上面这块棋怎么赶紧做活的问题，但是他就先去试一下别人，先试个别的，啊，对。应该说，如果你这个时候白棋。应该是你不粘嘛，我应该提一提个，掉提掉，啊，大概是成为会是这样。冲那了么挡住冲完打吃，这样走了，然后把黑棋把这个吃了，是吧？了，这一块都是白的了，这一块都是黑的了。然后呢，白棋在这个地方再走别的，比如说拐完之后飞照，把看中这一间这个块是能不吃能的怎吃么样。掉啊？这样呢可能是一个难解的局面，或者说白棋这么下呢？对白棋是个机会，哦，是如果形把成转中换，间能吃着，白棋就好。对，就是说单单这两块棋的转换的话，白棋并不见得便宜。啊，但是如果说能把这四个吃下来，那就那可整个提，局面当然是好对，的就这个挺好，没白错，棋也应该提掉，应该这么下，应该这么下。这样的对呀，话，
后面把这个先吃了，这个先弃了，然后再整它中间，中间的机会就比较多。哎，这是至少是一个比较，一刑期就应该这么下，这样呢，挺有机会的，机会就可能就有了。嗯，那么他实战没有提，他没有这么下。他是财迷这个，他去走这个了。他是不是想跟黑棋交换一下？这个就不对了，这个不对，这个不行。想跟黑棋交换一下胡，让他挡住，然后他再提掉。那这个你想，你走这个，让黑棋挡完，你再把那提，把那这儿也便宜了，然后再让你吃这个，那不行。那什么都是你的。那黑棋肯定不这么想。他人家不干了。把对方想简单了。对，是。这个是可能是最有问题的。嗯。哎，就把应该提掉。那个可能机会还是蛮有机会的，因为拐了之后中间这个也是有相当的危险。对，现在你走了这个之后，黑棋就粘上了。是的，他这个地方等于是活的，这一提就活了。他不怕你冲过来？对，你冲过来，他这断完这一提就活了。对，他就把这个粘上了。他粘住了是吧？对，哎，粘住，粘住的话。这个棋它是这就能连回来了。对，刚才我们摆的变化是粘住了之后白棋扳脚。对对对对。但是黑棋呢可以从这边连上。对对对对。现在等于说这两手棋交换了一下。是啊。交换了一下之后呢，点的如果说你接在上面，人家底下是可以扳过的。对啊对啊，这个棋它是粘上的，它居然它也没扳。对。白棋粘了这个，应该搬完走完那个也是一招，他觉得已经落后了，因为搬了之后你这个棋更就有问题了，这跟这交换，现在白棋再粘这个就不对了。嗯，黑棋在那边跳，黑棋现在跳一个，嗯，对，他先把这边先定型，省得待会节外生枝，哎，啊，产生不一样的变化。是啊，白棋冲，冲他挡住，挡住爬拐，他长一个，长一个，他爬，对他搬住，白棋黑棋搬，黑棋搬要先手，对。这个你总是断我 对吧，现在肯定是断了，断，毫无疑问。对，他然后黑棋虎一个，他把这个吃了。现在这儿有回家，他这儿在搬活。对，这个地方活了。白棋爬回白棋搬了这个，搬这个，他觉得这个太大了，被人家搬过。那黑棋再把那个连回来。对，他这个粘上的中间三个子四个子就彻底安全了，因为你这儿冲断他一提是活的。是的，你这个也没有什么，没什么，这个也没啥意思，活棋就不用断了、这个、然后白棋得爬回来，爬回来，嗯，两个人和平解决了到现在。那这个棋不对。嗯，这个棋不对，这个就是那个白棋失败了。嗯，核算一下，你看啊，这个棋白黑棋在趟进去了是吧？嗯。白棋呢，本来吃这个呢，也没吃着。对，就白棋刚才从这个飞开始，他是对这块棋要保持很大压力的，至少他是要搬着二路角的。对 对, 对。二三搬到的话，这角关键在这个变化，这个变化我们看看这个，回去看看这个啊，这个变化现在这个棋就不对了。嗯。就是关键是前面的机会。就是刚才白棋把这个提掉是吗？提掉这个机会。哦。还有这个本来是，粘上，如果白棋搬了之后，黑棋这个地方也有一些。对啊，我觉得有点看不清。有点看不清楚的、是的。那我们把它后退到对什么地方？您看。这个棋啊，这个棋是，对。那个棋他就虎这个白棋虎这个、虎这个是败招啊、虎这个是败招，哎，就是虎这个是就现在虎的，对对对对对、最有问题的是虎一个，嗯，这个棋只能是提那个，只能提掉，只能提的话、跟黑棋转换是吧，哎，我们看看啊，如果不虎这个，把这个提了，对不对？白棋现在提一个，对吧，我们看主要吃中间的话、那样的话白棋相当，白棋把这个走，拐一个搬住、搬住，然后再搬，对对，搬它长，对对对，把这个飞住它，这个、如果你看这个也吃了，这个如果是吃着了，是不是白棋还相当可以啊？挺不错的，嗯，
形势这个要有可能，这样有好多了，看起来有可能那个，这两个哪个大现在且不说，关键他这个都连了后了，对吧？白棋都没有问题了，这中间四个子吃了这虚空加起来有将近20亩了吧，挺大的呢。黑棋我看必须要得跑出来是吗？嗯，不跑可能受不了，哎，这个棋不够了，不跑可能不够，嗯嗯，这个棋是不是怎么个跑法？这个是要一个后续的，就是主要是下这个后半盘了，在这个地方，嗯，胜负在这儿，对，是吧？胜负在这儿，是的，嗯，而那个别的。没有这个棋一不走的话，关键他是财迷这个几目棋，他想虎到一下，这个几目棋的，让人家挡住，嗯，然后他再回去，嗯，这几目棋，所以呢，这个就不行，嗯，人家不会让他如愿以偿的。对，白棋呢在这儿虎了一个，对，在这儿虎一个，对，然后黑棋呢就把这个粘上了，对，黑棋这个时候还有他这个白棋也应该搬粘。现在搬粘，搬粘，搬粘那个棋也是应该走那个棋的。嗯嗯，搬那个棋呢，还应该走这个搬。搬一个黑棋，白棋应该搬。嗯，搬一个。搬。啊。哎，这样的话，你挡我就粘。嗯。然后你跳。黑棋跳。跳这个，对。嗯。他是爬一个。粘爬。哎，对。你可能长一个。我。就觉得黑棋长是不是有点危险？看着，你如果现在还好，如果你走这个，我走这个，嗯，顶这个的话，我还能断。哦，白棋断掉了，现在。对，你在如果这样，只是这样的话，你下不去。如果下去，它粘上，粘上黑棋快一气，对，黑棋快一气，黑棋快一气。现在四气对三气，哎，你搬的话，它就紧气就行了。是的，这黑棋快一气，嗯。这个地方呢，你便宜那个还便宜不了。嗯，白棋有一个顽强的，没错，你大概只能连回家。就是黑棋上面虎一个就算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可能只能虎一个。就这样虎一个。你虎不？你要是虎的话，单虎啊。我很担心白棋，我就粘上。对啊，我说他这粘上怎么办？对啊，你虎我就粘上了。粘上，如果他现在爬或者搬的话，人家可以这样兼顾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这个挤着没有用。对对对，这样还是有一个有变数。对，你接回去有什么用？人有变数，有变数，有变数，这个有变数。所以黑棋他只能在之前就走，但是之前走可能也不行。之前走就算这两下不交换的话，他依然连不上。这个又有变数了，这个地方还是个复杂的。是，就是虎完之后，他还是人家粘上的时候，就也不能粘这个，要搬粘这个。这个棋又是比较复杂的，他可能是。这个棋要说起来还是很那个，所以我说黑棋先这个棋先冲一下就行，啊不就这个也可以。他不冲的话，黑棋是不是会跳这个？跳这个他冲。跳这个他现在他冲。他冲这个，对对对，哎，冲这个。现在冲。现在也冲。刚刚好。也是可以。对，刚刚好吧的机会。也可以。就这个棋还是一个变数比较复杂的，对，是吧？嗯，我看黑棋到底的脱险在哪里，我还没想透呢，是吧？我还没想，他突然间就把这个粘上了，嗯，那黑棋太高兴了，走了一圈把这个搬住，那就没有悬念了，嗯，对，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这个棋你可能，这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怎么办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了 啊，至今为止还没看到他能怎么办，啊，他即使往这边冲出来也没有用。好像冲这个的话，黑棋现在冲这个，而且把这个粘回去，你就断开它，完全没有。现在没有，它这个地方都有。就人家全是连着的，都活的，都是。这黑棋很麻烦。也有很多麻烦事儿啊。是的。这个棋，那你说我们没有看出替。这黑棋到底要怎么活？这个，至今为止还不知道怎么办。还没看出来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他如果说，单走这个吗？也不行啊，单长人家就爬。单长是刚才摆的就是这个啊，嗯，这跳了也没有用。如果爬，爬他冲一下。现在冲。对。挡住。挡住，对。他尖回去。再爬。再爬。哎。哦，他就这样爬就行了。再爬一个。然后再跑。他有个断，有个断。现在就断。断，对，现在就断。哦，可以现在断。
白棋断。啊、对。那黑棋麻烦了，怎么办？你除非打这个，打这个，打。打这个。打他就粘这个。他粘这。粘这个。那还是个假眼啊。是啊是啊。依然是个假眼，你拐下去他就接上，他提掉他就爬回来。哎、对对对。反正上面是个假眼，那黑棋不是要死吗？你黑棋还没想出他的。怎么活？明显的。活法没有看到。明显的这个逃路没有，而他这个居然在这关键时刻他没有走。嗯，走得很随意。我们看这个实战啊，不，我们看 看可能有个打劫，有东西是肯定有，他有办法，肯定是黑棋有的下。那他比如跳的时候，那当然那个打劫，他搬下去有个打劫，打劫是可以、但是呢，打劫已经不如，就是说还看不清，他居然是粘上了实战啊，白棋粘了一个，白棋粘上，那么黑棋这个就大胆的就实战他跳。走这个，他实战啊，他长，然后他冲了一下，冲一个，爬，他搬，他也不，他也就不那个什么了，把吃、哦，他先试试，他也没有法加了，他看你会不会加过。现在黑棋更保险，搬一个，嗯，把这个给做活了，白棋搬了这个，回过来了，回过来了，然后黑棋把它粘上，粘上，白棋爬过，白棋爬过，白棋是爬过去啊，对，爬这个白棋啊，爬这个。这个就小了，嗯，他把这个解决了，这儿又连了，然后黑棋他就收个官子，收官子了，他就拐了一下，接上，收官了，对，然后把这个小尖尖住，哎呀，现在下得很稳当，那就黑棋空多了，对呀、啊，白棋走什么呢？白棋飞了一下，飞一个，冲过来，对，然后这一长。那都黑棋都下得很结实，他就飞一个。白棋这就没啊、立一个，走一个，嗯啊，那都没有什么了，还有什么？其实底下已经就进行已经跟胜负没什么关系了。活了就空不够了，没错，是吧？对，这就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对，这就输掉了。对，后来还还有走了几个官子，但是跟胜负无关，无关紧要，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嗯，是，这棋就白棋输掉了。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执黑的连笑是中盘战胜了李清城、嗯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这个名人战挑战战，挑战者决定战是2-0，对，击败了李清城，向陈耀烨发起挑战。是。啊、哦，好，那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